我们才知道这个地方是真正好地方。在这个地方，你所见到的一切人，都是大菩萨，而且绝大多数的都是等觉菩萨了。经上讲的，住上善人。上善是称什么人呢？称等觉。菩萨没有比他更高的。等觉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人数无量无边。那就跟诸佛如来没两样啊。天天在这个环境的熏陶，怎么会不成就？中国人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你天天接近的都是等觉菩萨，你怎么会不成就？不知不觉，自自然然染上等觉菩萨的习气。所以你也就变成很像等觉菩萨。等觉菩萨他们的老师是阿弥陀佛。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世界。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阿弥陀佛。我们学无量寿经，不能把意思错会了。